My name is Terry, and it's my dream to one day sail a boat that I have designed on beautiful Lake Taihu. Terry 来自澳大利亚。2008年，他与妻子一同来到湖州，创办了一家木板厂。In Australia, we have many beautiful cities, including Melbourne, which has been designated the world's most livable city more than once. But here in Huzhou, we find it is also a very beautiful city and with a nice climate, and so. It's a very livable city. My wife and I really enjoy living here. 南太湖的绿水青山和暖风，留住了 Terry 和太太的心。今天，他们再一次来到渔人码头，将在这里度过愉快的一天。你好。哦，你好。拉花吗？哎，你好，你好。 我们现在出去出太湖。嗯。现在教你们体验渔民的生活。开船啦！ 负责接待泰瑞的这位渔民叫王振莲。早在3年前，王振莲就有了一份稳当的职业，在南太湖旅游公司开观光船。拉！把它推起来。拉！哦，你看，这样拉进去了。啊，好了。这样，再套进去，套在。嗯。啊，对对对。 我们船上祖祖辈辈，从我太公的时候到现在，到我这一辈，都是捕鱼的。以前打鱼没时间的，成天成夜的。我们是吃在船上，住在船上的那个时候。9月份开始出去的话是至少半个月，晚上白天没睡觉的。水宿烟雨，桨声灯影，这些平常人眼中的诗与远方。 却是王振莲的朴素日常。这个在船上出生、船上长大、经历过风雨，又用双手勤劳致富的前渔民，顺应湖区发展生态旅游的大趋势，转型开启了观光船，在渔船上讲起了故事。我们船上有句古话，小的时候我们老人也讲的，吃生虾可以游泳的。嗯。来。 倒好了，好，我先去吃，好吃，聊一下，好，好吃吧？有的甜的味道，哈哈，鲜的吧？明天跟你们到一户船上去体验一下我们太湖营在太湖里捕鱼。哦，好，大鱼。整个南太湖从1997年成立省级旅游度假区，到2015年升级为国家旅游度假区。 生态发展4个字，就深植在每一个人的心里。60岁的王振莲，经历了以环境为代价的太湖蓝藻爆发，也见证了人们为守护绿水青山而做出的每一份努力。17年12月份，开始在旅游公司上班，早晨8点半上班，把帆升起来，风大了呢，把船开到港里去。 这个工作还是蛮轻松的。那10年过后呢，我想，那个水呢变得我们小时一样，那个水啊，就是捞起来就可以喝。走过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在太湖南岸，像王振莲这样以太湖为生的渔民并不少见。 凌晨4点半。 湖州浣楼村避风港附近的湖面上，刚刚露出鱼肚白。张华和父母亲正在麻利地做着出港前的最后准备。Terry 的到来，让父亲张新根倍感意外。啊，你好！啊，你好！哎，你好！你是张先生吗？是。啊，好，谢谢，我可以上村吗？好，谢谢。朝我来，好，过来。谢谢你。啊，认识你很高兴。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每年的9月份是换楼村鱼市码头最热闹的时候，集市上的喧嚣和空气中的鱼腥味夹杂在一起，散发出鱼米之乡最浓郁的丰收气息。然而，今年的丰收喜悦中还夹杂着淡淡的哀伤与不舍。作为长江流域的大型通江湖泊，从2021年1月1日起，太湖将迎来10年退步进步。太湖边的渔民将用10年无鱼换年年有余。大约半个钟头后，渔船来到捕捞作业水域，张华与母亲共同配合，撒下了第一张渔网。Terry 也跃跃欲试，主动起因。今天是捕捞的最后一天，他想亲自为太太捕上一条太湖白鱼。可惜收获并不理想。龟子吗？那个大小，这是可以吗？小白鱼没有大的，如果你拿小的，没有大的。对张新根一家而言，祖祖辈辈靠太湖吃饭，但近几年下来，他们也发现太湖里的鱼虾逐年减少，从各地赶来买太湖水产的顾客也越来越少。以前嘛是过来的人很多很多，什么地方的人都过来到我们这里来买鱼的，那么现在嘛没有人过来了，一个人没有过来。本来嘛这个市场很好的，人很多的。全面进补退补，对生态来说是一次足够的休养生息。太湖很美的，为了太湖那个环保污染问题，我肯定要去当成政策的。渔船一般早出晚归，三餐的时间并不固定。忙碌了一上午，太湖三白配上热腾腾的稀饭，是渔民们再朴素不过的日常。一家人热情地邀请 Terry 共同品尝。由于没有亲自捕捞到太太爱吃的白鱼，Terry 来到了当地的鱼市。我上卖一个白鱼，有好的吗？一样的，吃一样的。就跟他烧一烧的就一样的。这个嘛，看起来这个。一直和鱼打交道，多年来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太湖白鱼这个有名的。渔民们上岸后，就继续在市场卖水产品或者承包鱼塘干养殖。眼下，淡水水产养殖规模早已远超野生捕捞，鱼鲜品质都很不错。休渔期的时候的话，就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努力把日子越过越好嘛。我相信10年以后，我们的太湖会更加的美丽，然后鱼也会更加的多，也会吸引来更多的人。体验完渔民生活，Terry 又投入到太阳能双体帆船的设计当中，没有柴油、汽油，还有机油也没有，所以污染没有。在太湖扬帆起航，是他最大的梦想。I think that the management of Lake Taihu is a very big challenge, and getting the balance right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very important. I think in Chinese you say "renzong daya," and so that's going to require long-term planning and a very scientific approach, and also a lot of wisdom. I'm confident that it will continue to get better and better here in Huzhou. 依水而居、靠水而生的太湖渔民，如今早已不再困于水、囿于鱼。曾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廉价船民，如今走上了上岸的幸福路。渔民的生活转型记，在新时代显得格外鲜活生动。